姐妹感情就很好。我来问一下高山峰跟高培腾。培腾，你们名字怎么一点关系都没有？啊，没有，小燕姐，我那个你是艺名吗？我不是艺名，我是本名，但是我出生的时候是照我是长子长孙，然后如果照家谱排的话，我应该叫培什么，高培什么，我真的有一个叫名一个名字叫高培文，高培文，对，但是我一出生，对，但是我一出生之后，爷爷就说，哎，帮他换名字，为什么？就不知道，因为爷爷现在也没办法回答了。对。然后他就说，那你就叫高山峰，但是后面的从我弟弟以下开始还是照字辈排。对，就是所以，所以他就是不认你啊，也是比较特别，对不对？长子长孙看，然后都是培字辈的嘛，对不对？所以到你特别不要培字辈，所以这一定有原因的，是不是家里我们那时候我们可以一起洗澡吗？兄弟姐妹嘛，这个我们看了照片啊，其实你们两个相差几岁？两岁。啊，差两岁，差两岁。小燕姐，问你话讲大声一点，两岁。来，我们来看照片。其实啊，兄弟两个人一看就知道，弟弟小的时候是比哥哥漂亮。真的，谢谢谢谢。而且我就好像比较坏，皮啊，对皮。那我弟就是比较乖的那一种，是不是？其实就是这个样子，是不是这样子？美型男那种弟弟，对对，而且弟弟看起来有受气的感觉，超秀气，对对对对对。哇，妈妈是不是？妈妈妈妈，嗯，对。哇，弟弟跟妈妈好像哦。对，蛮多人这样讲，对，蛮多人这样讲，对不对？而且是美女哦，嗯，对不对？对。然后哥哥就是一个也帅帅哦，其实前面也有照片呢，哇。对。妈妈、奶奶、我弟弟这样子。哎，其实比较像妈妈哎，你们都比较像妈妈，对不对？真的很像妈妈。对对对，嗯。这感觉像弟弟，哎，弟弟小时候很受气吗？对，更小的时候，人家以为是带女孩子出去，我妈有这样讲，真的很像。对，其实我弟弟小时候照片，我现在一看，好像我儿子哦，现在。像你的儿子吗？高赛，我对我弟就是长这个样子。爸爸，爸爸，我，然后我们站在那个时候，弟弟像就是一个小帅小美男啊，对不对？对。你看你那个时候戴个眼镜，可是还是露出调皮的样子，对不对？对，就是给鬼给拐。我爸爸跟弟弟都看镜头，我不晓得为什么要看旁边。这怎么回事？而且你们注意到那镜头后面还有一个尺，就这样注意。就是仁爱国中校门口，对，旁边一个尺，叫你都要注意。啊，真的很有意思啊，对不对？取景不好，取景不好。哎，兄弟俩，哇，这是多什么时候？我出书，我大概五六年前出书的时候，我弟弟是摄影记者。嗯，对他来拍我出书的签书会，这个是他。哇，你弟弟好帅啊！然后我爸爸这样子，爸爸也是，你看，爸爸就是白发，就是一个艺术家的样子，你就是怪怪的。我爸爸的头发现在更加严重了，是像爱因斯坦做完实验被电到的那一种，多棒！对，高爸爸就是要这样子，怎么能输过他们？他们头就剃成这样，有什么了不起，对不对？在家里，我觉得兄弟两个人啊。会不会觉得说，哎，心理上就是说，我觉得大家比较疼哥哥，那弟弟觉得大家疼哥哥，哥哥觉得大家就是疼弟弟。大家都比较疼我哥。大家都比较疼高山峰，怎么可能呢？你看小燕姐就不疼我啊，你看。不会啊。为什么他又不在家，干嘛疼他？这是从小，就是从我出生，然后接着我弟出生之后，搞不好我们两个还在 baby 时期就有这个想法产生了，对不对？对。但是一家好像都是这样，哎，你们姐妹俩会这样子觉得吗？会啊，会。也会吗？他一直觉得家人都比较疼我，可是我也觉得他们比较疼他。妈妈确实的确比较疼他。妈妈，妈妈，那爸爸呢？爸爸比较疼他。因为我比较像爸爸，所以爸爸比较疼我。对，哦，人都比较喜欢自己。好，那马家有三兄弟，哇，怎么？我告诉你啊，三兄弟啊，这一定是生男生男想生女嘛，对不对？生到第，对不起啊，生到第三。
这三个当中，一定是老大比较阿爸的，会不会？对对。我可以，你们俩可以跟他们这样有默契，有默契。你知道他们哦，积了多少的怨气？来，去看一下这张照片，可以看到那最小的那个，可怜呐，从小就是哭的。你看，你看，你看马国贤那个阿爸的样子，土匪，对不对？那马国光迷惘的样子，那马国强哭成的样子，那就是一家的写照。真的，比较凶的在瞪的那个是谁？你们三个那时候在逃难是不是？你不要这样，我们三个是正在动员戡乱时期 ，OK？ 好像逃难逃到一半，拍一下来记录一下。再来看看这个站着笔挺的，就是马国贤，对不对？对对对。那老二斜看的旁边，还把一只手放在那个老三的头上。所以一个你为什么头发剃这么光啊？小时候家里都是这样，因为我们眷村啊，所以都是剃这种三分头。等一下，这张照片你老三在哪里啊？我看到在两个树的中间。在我们后面，鬼影追追追这个样子，好像一只猴子。为什么？你看啊，马国贤一定是站在最好的位置，对不对？对对马国光就是马国光就在旁边，那可怜的国强啊，啊，他想卖这个那个摄影师有没有说，哎，自己找饭吃啊？这样子，为什么你拍照你都是在那种不是矮一截呢，就是在背后呢？为什么？背后领呢？背后领啊，多的。你们有欺负老三吗？小时候比较常欺负他了，对啊。为什么？我不知道，就觉得，他欺负他还蛮好玩的。因为我记得我小时候，因为他比较沉默。上面有两个哥哥嘛，轮不到讲话嘛，穿衣服穿剩下来的，对不对？对。吃东西他们先吃，是不是？嗯。你看看。这张照片说明了一切，马国贤的眼睛瞪多大，对不对？马国强就被哥哥压制在那上面，对不对？那个时候你是瘦的，对，好，那时候两个都很瘦的，而且老二穿的那个衣服，那件衬衫是我的，然后他穿那件外套也是我的，等于他们都穿我的衣服。那你那条裤子是怎么来的呢？爸爸的，我那个裤子海滩裤啦，海滩裤，想要在家里面轻便一点。你父亲从来没笑过哈。我爸拍照很少笑，哎，很少笑，很少笑。其实不要说拍照，我这辈子我都很少看他笑，我不知道为什么。所以变成说，他在我的印象当中，他是算是一个严父。所以我从小到大很少跟我爸去做沟通，然后唯独因为我爸很喜欢用板子跟我们沟通，那我不喜欢跟他的板子沟通，所以就是说我就很少去跟他讲话。我爸就招惹到他，这样又招来一顿板子。这样子，但是我告诉你，家里有三个孩子，当然要这样管了，不然的话，你们不就拆房子了吗？会了，会了。但是妈妈看起来就是笑眯眯的哦。我妈笑面虎啊。笑面虎。今天是怎样？没来的对吧？对。不是真的，因为你知道，我小时候，我虽然我是心中畏惧我爸，然后，但是我对我妈那小时候也是憎恨的，因为我妈从小她用三种武器来对付我。什么藤条，还有那个竹扫把丝，还有一个就是那个软水管、橡皮管。等一下，我一定要替马妈妈、马爸爸说一句话。马国贤如果不是这样子，他还有今天吗？对，所以我妈常讲，就是不打不成器嘛，打了才会变皇帝嘛。结果我也没当皇帝啊。但是你晓得，家里有三个男孩。如虎添翼，你会带着他们一起，对不对？会一起兴风作浪，也会一起去玩一些好的，然后也会一起抢东西。但是我觉得马国强一定抢不过你们。不是，看照片就知道了。看照片就知道。好，你有被他们打过吗？有啊，我这边还有一个疤痕啊。谁打？抢玩具抢输的疤痕。抢玩具抢输的，谁打？不是打的，他是好像推挤撞到三轮车那个把手。所以你现在养的这么胖，就是要反攻啊！哎呦！不是因为有时候爸爸不在家，那长兄就是如父嘛。对啊，那弟弟有时候不乖的时候，我们就要就是要帮忙教训啊。因为好像他那个疤，我记得是不知道他好像是跟一些坏朋友还是干嘛。他还坏朋友？我
忘了，有点忘了，然后忘了是拍怎样？然后摇头哎，妈妈说是跟哥哥抢玩具抢输，然后一把推到那个三轮车上，就一块六。一把推到三轮车上啊！哇！哎，我记得是用雨伞打的，不是不是哦。对，因为那你看国光就说这不关我。